也许暗月黄石桥。先把那张酒，黑的是黄伟荣把酒上次砸的，他说，看还是有浮沫的，然后抽完以后给他拿出来。放过动作才知答案。我花大量香烟，然后抽没有神的光，换你我心心寒。在心扉中人情一淡，生命漫长也短暂。老东西当长出特满，愿为谁沾？夜如晦暗，坠入深渊，长满泥土的脸，没有神的光环，握紧手中的平凡，自信自伤无憾，生命的火已点燃。有一天也许会走远，也许还能再相见，无论在人群在天边，让我再看清你的脸。任泪水铺满了双眼，虽无言泪满面，不要神的光环，只要你的平凡。好啦，午饭。中间这个红的巴沙鱼是老大男朋友做的，其他是我做的，鸡腿炒小萝卜，这是炒洋白菜，那是拌的菠菜，还有整个蒸的大馒头。吃饭喽！今日晚餐，鸡蛋炒辣椒，茄子，肉炒茄子，那个是肉炒蘑菇，虾，菜花，西红柿，这龙虾尾是老二回来做的。开饭！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因为我这手机是从下往上拍的这回，所以就照出我双下巴哥了，原来是从上往下拍。还是厨房，还是那个地儿啊。那个我最后想说什么呀，我今天啊星期天忙活了一天，然后做中午做一顿饭，晚上做一顿饭，然后呢在中间哈又有两次就那无名火就来了。可能是更年期啊，以前我觉得好像没这么大脾气，因为你看我这灯哈特别暗，照出那个颜色就暗。我跟我们家张哥呀说好几次了，今天呢我录视频的时候又特别暗，当时我那火哎就自己那汗从脑袋就开始往下冒，就开始出来了。我就嚷，我说你说多少遍了不给我换灯，到底什么时候想给我换呢？哎，他说啊，我给您定了，得那个路上有时间呀，是吧，下礼拜就能到了。我这火就消下去了，也是人家定了也不能马上就到啊。你要他要不原声的话哈，估计我这一人的气就不知道得多大的火呢。然后等我做那鸡腿也是，你们看那鸡腿三个，我刚一拆开那鸡腿给我气的呀。我说啊，我说你说他买他都从网上订的，这两天不是下雨吗没出去，我就又开始我说这个频频嗖嗖的这人，你买鸡腿四个人，你至少要一人一个呀，你这仨谁吃谁不吃啊，给我气的我一边弄那鸡腿我就一边生气。完了等完了呢，我就是这话得说出去。后来我就上门厅了，门厅我们家老大和男朋友在这坐着聊天呢。我说你们看你爸多可恨呢，他买鸡腿他买仨啊，我这气的我不行。后来我们家老大脾气特好，随他爸说，妈说因为吧你在网上买吧你只能看到斤数，你不能看到有多少个，我爸呢订仨可能就是一斤，他就按斤卖。
我说哦，这么回事儿，等于又冤枉人家了，自己又白生气了。所以吧，我不知道其他女同志像是不是像我这样没涵养啊？如果以后吧再遇到这种事儿吧，咱先冷静冷静，别把人家往坏处上想，先往好处想。你说人家给你买了，你还气哼哼的，是不是？人家给就我们家装灯热，乱七八糟事全是他。我说这个该换了，他就嘚嘚嘚就换了啊！你还嫌人换的慢？哎，这会儿明白着呢，没准一会儿脾气一上来又不行了。但是也要说出来，我感觉说出来哈就舒服了。你要不说吧，就窝在心里自个儿瞎嘀咕瞎嘀咕，就该嘀咕出病了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